S 级任务，我最爱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些丧尸居然是博士的实验品。为了女儿，她真的已经丧尽天良了吗？丧尸啊！你为了救你的女儿，比克劳你为敌，把无辜的人变成丧尸，让人类受到残杀。Danger, danger.小子，博士，海姆，当心！发生了什么？海姆，我担心你被。不过我们要好，那我们这就出发。